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一含边幅的内容。那么这个呢分了12段，下面就讲第6段，也就是念佛人要劝父母念佛，求生西方。那么原文上这样说道：念佛之人，当劝父母念佛求生西方，然与父母临终决定往生西方，非欲为捐书说临终祝念及夏张罗，并哭泣之利害不可，故欲父母临终得捐书祝念之宜，不受破坏真念之害者，非平时未说念佛之利益，临彼个个常念不可。那么就是说，念佛的人呢，应当劝自己的父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但是呢，要想父母临终决定往生西方，就一定要事先对眷属讲清楚，说明临终初念的利益和临终下张罗，还有呢哭泣的危害性，这一定要提前讲好，不然事到临头就容易出差错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想让自己的父母临终得到眷属助念的利益，还呢就是不受破坏真念的损害，又一定要在平时就讲解念佛的利益，让父母和家人平时呢就常常念佛啊，是这样意思。下面又说，如是则不独有益于父母，是又益于先生眷属、后世子孙也。临终助念，不论老少，均当如此，相堪此中精量自治。那么意思呢？能够这样做到，不但对于自己今生父母有利益，是在对于先生的眷属和后世的子孙都有很大的利益。另外呢，就是在临终的时候啊，需要助念，这个很重要。临终的助念，不论是年老年少，都应当这样来做。那么，有关临终助念的事宜，详细呢看此中精量这本书就会知道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我们就讲第7段，也就是愚人临忏应念观音菩萨。在原文上这样说道：愚人临忏，没有苦痛不堪，数日不神，或之欲明者，又有身后血崩种种危险，即二之有蛮疾、惊风种种危险者，若欲将参死，自称恳切出生浪年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不可心中默念，以默念心里小，故感应亦小。又次时用力诵自出，若默念，或则闭其手臂。那么就是说，女人生产的时候，每每有苦痛不堪，几天生不下来，甚至导致死亡的情况；也有生了滞后血崩，发生各种的危险，以及生下来的孩子有蛮疾啊，还有惊风等的各种危险。在临忏的时候，这个产妇啊，要自称恳切，发出声音来，大声的念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，不能在心里默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个时候默念的心里小，的感应也小，而且呢，这个时候自己在用力送孩子出生，如果默念，或许会导致鼻疾得病。下面又说，若自诚恳切念，决定不会有苦痛难缠及产后血崩、并二肢惊风等患，总难缠至极，人即将死，叫本产妇及在旁造淫者同皆畜生念观世音，家人睡在别房，亦可慰念，决定不须亦可共福，即得安然而生。那么就是说，大慈大悲的护主观世音菩萨光大灵感救苦救难，那么终生有苦难求观世音菩萨一定得到感应，但是呢，一定要自诚恳切的求。如果能够自称恳切的念，绝对不会发生苦痛难产、产后血崩以及二肢惊风等的患难。纵然极其难产，人已经快死，叫
禅福和斋旁照应的人共同出生天，那么观世音菩萨，那么家人随在其他的房间也可以为禅福念，决定不需一刻供福，就能安然降生。下面又说，外道不明理，思之共进一法，不知暗示伦理，则一般念佛老太婆是圣禅为畏途，谁庆女庆媳已不敢去看，宽盖教逼念观音护。那么因祖老人家说，外道不明道理，思之共进这一法，不知道暗示伦理，什么理都要按当时当初的情况做灵活的变通处理。那么已经到了这种极难关头，还说要攻击不能念，道子呢一帮念佛的老太婆把生产看成可怕的一个事情，即使是亲女儿亲媳妇也不敢去看，更何况叫她念观世音菩萨呢？下面又说，须知菩萨以救苦为心，临禅虽落入不精，乃出于无奈，非特意放肆者彼，不但无有罪过，且临木之中大三根。也是说，大家需要知道，观世音菩萨以救苦为心，临禅事后虽然落入不净，但是呢，这是事出无奈不得已，不属于特意放肆的一个情况。那么这样念，不但没有任何的罪过，还能让木之种下大三根。下面又说，此以悉佛语药师经中所说，非我自处一间，我不过为之提倡而已。那么就是说，这一直是佛在药师经里说的，不是因祖老人家他说我个人的意见，我不过就是提倡而已。那么在药师经里说的就是药师佛寺院的殊胜功德，所以是让人念药师佛，但是呢，关于名号呢，人人都很熟悉，所以呢，就提倡念观世音菩萨啊，这样的意思。下面继续讲第八段，女人月经期间应不间断修持，讲这个内容。所以原文上这样说道：女人从十二三岁至四十八九岁皆有月经，又为当月经时不可立白持诵，此与不同庆历。月经断则二三日即止，长则六七日放止，修持之人必须念念无间，何可应此天生之孝殃，精灵飞起其修持乎？那么这里说，女人啊，从十二三岁开始到四十八九岁之间都有月经。那么有人说，月经来的时候不能礼拜持诵，这个话呢不通情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月经短的呢两三天就停止，长的呢六七天才停止。那么修持的人必须念念不间断，怎么能因为这种天生的孝病而非起修持呢？下面又说，经为当月经时可烧立白念佛诵经，均当照常，以偿换息回补，若受除会补，当即洗净，切勿以触回自收返金及焚香也。那么就是说，有月经的时候呢，可以烧礼拜，但是呢，念佛啊、诵经呢没有差别，都应当照常做，要常换洗回补。如果收出到这个回补，要洗干净，切切不要以这个出会的收返金和烧香。下面又说，佛法发发愿同，外道自知压力，世人多多自行外道所说，不知佛法正理，故知一切同人，不能同沾法义也。就说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正法是发发愿同的，外道呢自知做失办的一个道理，那么世人呢多多自行外道所说，不知道佛法的正理，所以呢这是一切同人，不能同沾法义。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九段，全年观音菩萨孝灾面难等的内容。那么原文上继续这样说道：观世音菩萨是缘红神，熏身救苦，若与道宾水火寂经虫黄瘟疫寒劳，则非怨家恶手毒蛇恶龟药魅冤野兵枭人陷害等
还南者，能法盖果前山，自理利人自心，自诚恳切，念观世音，念念无间，决定得蒙赐福，不知有何为限。那么这一段说大慈大悲的护主观世音菩萨，他的慈眼呢红色，熏声救苦，哪里有手哭求救的应声，那么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就立即熏声救护。所以呢，遇到有战争啊、税债啊、火灾啊、饥荒啊、瘟疫啊，还有呢寒劳啊、难如行凶啊、冤家加害啊，还有呢就是毒蛇猛兽啊、恶鬼啊、妖魔啊、原野病啊，或者呢小人陷害等等，总而言之，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，只要能发盖过前善，自理利刃的心，自诚恳切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念念不间断的呼唤大悲护主观世音菩萨，就决定得到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护，不至于有什么危险。那么下面又说唐真春不三自心，谁能成年，不过略中为乃善根，不得现实感应，以佛菩萨借此成就任着善念，绝不成就任着恶念。那么意思说，如果心里还存不善的心，虽然口里能称念，也只是略略中一点为乃的善根，不能得到先欠的感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需要知道，佛菩萨都自成就任的善念，绝不会成就任的恶念。所以呢，自己法盖过前善的心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没有了这一点的虔诚心，恐怕不会得到感应，则不能缘菩萨不灵。二是呢，自己没有虔诚的心，没有真正法盖过前善的心，以这个而导致的。那下面又说，若不发心盖过前善，妄语一念佛菩萨命好，积极自恶时成就者，绝无感应，且无发自颠倒之心也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自己不发心盖过学好，那么自希望以念佛菩萨的名号来让自己恶事成就，这是绝无感应的，切切不要发这样的颠倒性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讲第十段，也就是说，念佛人最要紧的是什么呢？就做这个介绍，讲解这个，抉择这个，引导我们讲这样念佛人最要紧的一个修法的教言。那么原文上说，念佛最要紧是敦伦敬焚，贤歇存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信。那么简单说，念佛最要紧的就是每个人本人他做到敦伦敬焚，贤歇存嗔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信。那么其中说到敦伦敬焚，就是尽到自身伦常上应尽的本分，比如做父亲的尽到慈爱，做子女的尽到孝养，做兄弟的尽到友爱，在单位里做事尽到职责，做老师的尽到教育的责任，做医师的就尽到治病的责任等等。那么处在人伦的哪一个位置上，就尽到那个位置的本分，这个就是敦伦敬焚。那么说贤歇存嗔，就是一切事处都护好自己的心，不让心里起丝毫邪思妄念，这样来实行保持正称，这个叫做贤歇存嗔的含义。那么说作莫作，终身奉行，意思就是凡是自己身体的恶心都不去做，口上的恶言都不去说，心里的恶念都不让他起，那就是作莫作的修行，就是这样。那么相反的方面，身体上的善都尽量去做，口上的善语都尽量去说，心里的善念呢如理让他升起，那么这就是中山风信的含义。下面又说，存豪心，说豪华，心豪思，力能为则，人真为则，不能为则，亦当发自善心，何权诱离者为之，何见人为发欢喜心，处赞叹语，亦述心口功德。若知不能为，见他人为，则生妒忌，便称见恶小人信心，决定则福则收，不得好结果也。以同结字。
那么印度老人家就说，我们啊，平常事事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每天从早到晚，凡是遇到要待人接物、愿行动的地方，就要实行这三个好字啊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。啊，遇到做善事的时候，有能力做的就认认真真的做好，没有能力做的、没有意愿做的，也要对这件事情呢发一份善心，或者呢全由力量的人来做，或者呢见到别人在做的时候呢，由衷的发欢喜心，并且呢说赞叹的语言，这个也属于心扣的功德。如果自己不能做，见到别人做还生嫉妒的心，那就成了见恶小人的信心，决定会折福折寿，不得好结果的。所以呢，每个人一定要把自己内在的嫉妒心呢痛加戒除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在这里，为了了解这个真正的存好心淡的含义，我们讲一则例子。下面讲的这个例子就是印光大师开示里讲到的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秦朝苏州的孝廉曹景涛，他一书精湛，任何艰难的兵无不妙手回春。那么有一天，他正要出门，忽然有一个穷女人跪在他门外，哭泣祈求给他婆婆治病。他说：“我家里穷，亲不起医生，听说你老慈悲为怀，一定能去我家治病。”那么曹公就去他家治病。那么等曹公回家之后，婆婆真头吓得五两白银，不知去向了。那么他想，一定就是曹公偷的，就登门来问。曹公就按数目给了他银子。那么穷女人回了家，她婆婆已经把银子取出来了。女人就很惭愧，又拿着银子送回来谢罪，然后问他：“老人家，你怎么自己承认偷了银子呢？”这个时候，曹公说：“我想你婆婆的病快点好，我如果不承认，你婆婆一定着急，加重病情，或许会导致病很难好。所以呢，我只盼望你婆婆病好，不怕别人说我偷银子。”他的居心这样忠厚，无以复加。多想想曹公的居心行事，大家就能体会到怎么叫做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。能有这点存心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要让别人好，事事为别人着想，利益别人，这个就是存好心。说说的话都是呢利益别人的话，那就是说好话；做出的行为都是呢利益人的事情，那都是呢行好事。这三个好，能够尽自己的一生来奉行，那就一定能做个好人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又说，且不苛着家造子，沽名钓誉，此中信行，实为炎帝贵生所公无。幼则盖志，无则假面。那么意思说，切切不可以做表面文章来沽名钓誉，一定要真心诚意的做。如果只是为了表现自己，博得别人的赞誉，那就是一种虚伪的信心，为天地贵生共同眼目。如果有这样的虚伪以及沽名钓誉的恶心，就要尽量改正，没有也要自加勉励，是这样印度以大悲心给我们做了教诫。那么下面就讲第十一段，也就是说女人因孝经以及慈爱。那么原文上这样说：谁有女人不明自理或不孝公婆，求丈夫溺爱儿女，虐待婢仆，活书天房，虐待前方儿女，不知孝公婆，敬丈夫，教儿女回婢仆，教养恩父前方儿女，实为世间神仙自道，以使佛门敦奔自法，举此功德以修净土，决定名于日隆，福增寿永，临终梦佛接引，自登旧年也。那么这里说，世间有女人不懂道理，
或者呢不孝顺公婆，媳妇侮辱丈夫，或者呢以爱儿女，或者呢虐待仆人，或者呢就是虐待前妻的儿女。他不知道做人能够孝顺公婆，恭敬丈夫，教育儿女，慈爱仆人，教养恩夫前妻的儿女，实际呢是实践的圣贤之道，也是佛门的根本之法。所以这里说，凡是女人都应当在这里配置福德，在这里行圣贤之道。那么以这个功德修持净土，你决定会越来越好，一定会证佛延寿。到了临终，决定梦佛戒淫，直接登上旧念。那么这里我们讲一则供案，这个内容就非常清楚了。也就是说下面讲的一个例子大家明白了，那么这里因主讲的教言就感觉更重要。而且这个供案就是偶一大师著作里记载的一个事迹，也就是说明朝又有一位段居士，17岁的时候呢嫁给张介子居士，夫妻俩一同吃素。他呢天心喜欢布施，自己呢不留继续，不喜欢穿好看的衣服，戴珍宝首饰，对服饰啊做事的佣人都从来没有发怒骂过。那么对于公婆孝顺诚实，唯恐没有照顾周到，她知道自己不能生育，就给丈夫买了一房妾，然后呢自己专心念佛有1年多。那么到她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呢，请婆婆一起来念佛，想告辞去西方。婆婆大声叫她，你再等等，等你弟弟断伤请来见一面。这样就拖到了第二天，弟弟来了，跟弟弟告别，声音如同男人，大谈利益消幼的大计，谈了半天不疲倦。那么到了晚上又请婆婆来助念，然后呢3天不沾饮食，也不说别的话。明朝崇祯16年8月29日，段居士吉祥而死。他的公公婆婆也因此受到感动，心愿念佛。那么公公是过后7天端坐而死的，婆婆呢是第二年秋天受了皈依戒而往生的。那么所以呢，她是妇女，在家呢行持世间圣贤之道，确实做到了孝父母、信丈夫、回仆女。而且呢以这份孝心拔尽了公公婆婆，一同超出苦轮往生西方净土了。那实际就是成就了出世间的大孝啊。那么下面又说，须知有因必定有果，即若忠孝敬慈爱之因，值得孝敬慈爱之果，为人及时为己，害人生于害己，故以亲我之自焚，以其佛田共建也。那么这里大家必须要知道，有因就一定有果，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那么自己如果种孝敬慈爱的因，那么自己就得到孝敬慈爱的果。为别人就是为自己，害别人生于害自己的，所以呢利因这样尽本分来实行，以其呢佛菩萨以及护法龙天看到我的行为给我作证，我如果做得好，决定现实得到很好的命运，能够呢正福正寿，到了临终呢一定获得佛的戒因，往生西方净土了。那么下面就讲最后一段的内容，也就是说第12段，怎样教育儿女。那么原文上说，孝儿从幼至时死，即教以孝悌忠信利益廉耻之道，即30因果6道轮回至死，临彼指自己自行，与天地贵身佛菩萨自心息息相同，其已不增念，心已不增事，早被天地贵身佛菩萨细指细间，如怼明经，必现愁想，无可套逼，数可又所畏惧，面为2-3夜。就是说小孩从有知识开始，就要教他孝悌忠信利益廉耻的为人之道，另外呢要告诉他30因果和6道轮回的事实。这样说就是让他晓得
自己的心和天地鬼神佛菩萨的心息息相通，没有丝毫的距离。无论何时何处，自己起一个不正的念头，做一件不正的事情，早已被天地鬼神佛菩萨看得一清二楚，就像明镜当中完全现出丑陋相，无可逃避那样。那么这样使得孩子内心有所畏惧，不敢起不正的心，做不正的事，能够努力做个好人。那么下面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里孝悌等拔得的含义。那么其中孝亲就是想到这个身体是由父母的恩德赐给我的，啊，是由父母的精血运营抚养才长成了现在这个身体。今生父母和自己我啊，实际上是血脉相连的，我爱自己的身体就应当孝顺父母。怎么才是孝顺父母呢？就是不做任何侮辱这个身体的事，而让父母光荣。好，所谓的这个体就是兄弟姊妹之间的友爱，今生做了同一父母的孩子，就像同一个身体上的受主骨肉，同样相关，秀气于共。爱意思就是说彼此之间的忧愁喜乐祸害幸福都关联在一起。所以呢，兄长应当敬道友爱，弟弟呢应当做到恭顺，兄弟之间呢和和睦睦，情同受主，造就家庭的幸福。接下来就是所谓的忠的含义，忠就是待人做事一向并与忠诚，没有二心。比如说在家诚实父母，没有二心；在外对待上级同事，没有二心，这样叫做忠。凡是自求尽自己的本分，不及别人知不知道，这样的人就堪为世间楷模。那么说信，所谓的信就是不随意承诺，不随意发言，凡是说到做到，有信用，有诚信，这个就是信的含义。那么所谓的利，就是知道尊卑大孝的差别，不违背尊者，这就是利的含义。那么义就是张义，一举一动为以事去。那么义就是指呵护真义的一个行为，就是说在因果规律上能利益自他，给自他带来安乐的行为，在良知上利益去做的一个行为，这个就是义。那么张义就是守持一条原则，任何情况下只做真义的行为，不做不真义的行为，这样做就无往而不利了，不能待人接物说话做事都成了利益自他增长污秽的事情。那么相反，小人见到有利可图，就忘了天理，忘了因果，心里呢被贪欲所牵，做出不正义的行为，这个就是见利忘义。这样做虽然暂时得到效力，终究成了大亏的。下面就讲所谓的廉的意思。所谓廉就是清廉，其中清就是指心里清白，没有这个污点，廉就是指不贪。那么要知道人生的福报都是那前世修来的，如果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盗窃，那就等于吃毒一样，吃多了决定毁灭自己。那么知道这上面因果之后，不能在什么职位啊做什么事都不贪取非分的钱财，这样做到了廉洁，就能赢得大家的尊敬。那么再讲所谓的慈，慈就是知道羞耻惭愧。那么慈这个字利无穷的，有了它就和生人接近，没有它就和禽兽相通了。所以呢，任何事处都要披上残次的衣服，不能离开。如果人呢没有羞耻自信，就什么邪心都做得出来的。即使是光天化日之下暴露自己的贪婪、愚痴、傲慢、凶残等等，也毫不在乎。这就是丧失残次的一种表现，变得和禽兽一样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慈就是要羞耻惭愧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以上呢，除了利之外，都是按照因诸得与其梦而做的讲述。那么下面又说，无论何人，即必不孝儿，亦不须大妈，教其尽是尊长，北以自牧。那么就是说，无论什么人，就连仆人的孝害也不须大骂，
要教导孩子对长辈、对于这个老师恭敬诚实，自己应当处在地位，受持先辈，来养育德行。那么又说，勿须尽惜自知，爱惜五谷，衣服饰物，呼吸充衣，金之临时，面之受弊。就说要教孩子呢，尽惜自知，爱惜这个无故，对于这个衣服啊，还有日常生活用品也要爱惜，不可糟蹋。而且呢，要养成仁慈的心，瞎子呢，蚊虫蚂蚁都要慈悲爱护，不加伤害。又要禁止吃零食，免得身体得病呢，或者受损伤。那么，比如对于爱惜无故这一条，首先呢，给孩子讲无故的来源，比如说一碗饭怎么由农民播种、施肥啊、耕耘啊、灌溉啊，又有多少阳光、水、土等的资源合合起来，经过多少湿热的肾脏才长成稻谷。后来呢，又怎么收割啊、碾米啊、运输啊，还有怎么利用水火等能源才做出了这碗饭。然后呢，要靠这碗饭养活我们的身体。这样，如果对养育之际的无辜有爱惜之心，那就是善心；如果没有爱惜之心，那就是恶心。修善的人回长春，不善的人呢回孝王。爱惜无辜的人得福报，糟蹋无辜的人呢会遭殃的。而且要告诉孩子啊，我们应当有一份感恩的心，应当尊重一切众生辛勤的劳动，尊重用汗水和心血换来的成果。而且呢，也应当珍惜自己的福报，这并不是呢吝啬孝气。如果随便糟蹋浪费粮食，那才是随便糟蹋自己的福报。不断的糟蹋了，不断的浪费下去，那堕福就会变成孝福，孝福呢就会变成没有福，将来一定要受苦的。那么和爱惜无辜的道理相通，对于衣服啊，还有呢就是一切日常用品都要爱惜，不可糟蹋。那么这里说呼吸充盈，就是从小要培养孩子爱护生命的善心，教导蚊虫啊、蚂蚁都不做伤害。要告诉他，凡是动物都有秩序，或我们人一模一样，贪善怕死，动物最爱惜的就是自己的生命。如果玩耍的时候杀害这个虫蚁啊，或者呢为了贪吃而杀害动物，那今生或者来世决定会来报复。然后呢，从正面教导他，仁慈是我们人心上的圣境，我们能从心里发起仁慈的心，就有慈悲的暖流洋溢在心当中，这样以慈悲心爱护生命，就会使自己的生命充满圣境，这就是正福正寿的一种迹象。而且呢，仁慈的心越真诚，福德就越深厚的。如果心里没有了这个仁慈心，就会变得很残忍刻薄的，以残忍刻薄就会迅速摧毁福德，即使现在有一些福德，也一定会折光，福德一折光，人生就陷入苦厄当中了。下面又说，人入此角，大了决定现身，若孝思任心管，改不教训，大了不思用流，变成废类，迟迟后悔，了无所益。那么就是说，能这样教导，大了一定先善；如果小时候任性惯了，一改不加教训，什么都放任他做，那么长大后呢，就畏缩于畏，不成这个勇牛，就成肥类了。到时候呢，后悔也没有任何的利益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又说，故语云：“教夫如来，教而因害，以其息于形成。”不当禁止于是也。古语就是说，教媳妇呢，要在最初来自己嫁的时候教导；教儿女呢，要在婴儿时期开始教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的习性都是呢由穿习而成的，最初就谨慎的教导，让他养成好的习性，以后就是这样的一种性情，不容易改变。如果最初没有教好，那渐渐养成恶性，再改就很困难了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下面又说，天下之治乱，皆基于此，其无亦为老生欲谈，无关紧要也。那么英祖老人家说，这世间世治还是乱，都呢以此为基础。而且大家需要知道，
国家呢有家庭组成，家庭呢有人组成，人呢有幼儿养成，所以呢国家的治乱都在于家庭的教育，家庭教育失败了，那世界就会大乱。切莫认为这是老生预谈，无关紧要，实在是根本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下面说，广闹以精神日衰，无力大夫耐心，当以幼乳大同，指愿经勿问续名，律律来行，若一改不服，一绝又服来矣，若一以为服，自是无此精神。以古应此常心，凡有关秀辞及立身涉事，事情教之至道，皆为略说，侯右心来，以此见己，总有一而特别之时，即在耐心略皮数之，属彼此勤达而不知国闹也。那么意思说，老人家不能说我老了，精神日益衰退，没有精力大夫耐心，但是呢现在邮递非常方便，这是远近的人勿问续命，律理来信，如果这些心一改不悔，也觉得又服来信的信意，如果一隐会，实在没有这个精神。所以呢就是因这封长信呢，凡是有关修持净土啊，还有呢就是立身设施啊，事情教制的道理，都做了简略说明，后来有来信就以此记住，纵然有一两条特别的事，也只是在来信上略皮机智，使得彼此通情大意，也不至于过于劳累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下面老人家又说，若于大通经教，故当请教告书发传者大通家法师，须知大通经教者，未必机身能了甚事，于寄身料神时，当注重于信缘念佛，求生西方业。这也是老人家对于这个修行人讲了一个非常有加持的一个教言。如果你想大通经教，固然应当请教告诉发唱的大通家法师。要知道大通经教的人未必就能寄身了甚事，真正想要寄身了甚事，就应当注重心愿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下面呢就今天公痛将军说法文殊秀的功德呢，按照普贤宣品发言做殊胜的回向。